欢迎收看《维新世界药师宝灿》。神秘些，啊，咱这节咧继续过来讲解，好、哦，消灾延寿有术忏法，好、哦，有术宝忏，啊，再三的强调，哈、啊，咱要消业，一定只有忏悔一条路，无第二条路。咱若是讲无用的忏悔方法啦，要开任何钱啊，要来消除咱的业障，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哈、啊，佛啦，甲诸佛、诸圣贤啦，头到尾一再甲咱提醒。啊，若是讲今一生啊，哈、啊，一不幸出世，哈、啊，即摆呢，对着烟花，哈、啊，即场所的查某囡仔，啊，咱爱有一忏悔心。查某囡仔，哈、啊，咱落入烟花场所，哈、啊，一只呢。啊，任伊家己咧，哎，做一寡只出头咧，伤天害理的代志啊，违背人伦道德，违背咱的祖先，哈、啊，啊，即侮辱咱的祖先的少年人啊，等等啊，爱即时忏悔，爱知因果，爱了解因果，咱莫讲无相信因果，但一旦咱三寸气要得咧。人哩无啥，三寸气无地咧是啊，三寸气断气啊，迄阵目睭开起了，吼、哦，你脑海内咧心电，你灵魂设定内底会出头咧，迄你的一生的不安咧，迄是无法度去算的，哈、哦，迄就是无量无边呐，无法度去量，无边好量，是安那无当量咧，咱所做恶业诶。生生世世直直对落，哈，一直轮回，一直接落。你无得去量，哈，嘛无这边啊好去量。吼、哦，所以无量无边呐、啊，这句话念咯，非常的奥妙。咱一旦做一个恶业，生生世世直直留落。做一个恶业，咱呢要断掉这恶业诶，无第二条路，只有忏悔尔。所以要如何忏悔呢？咱来上这部经，药师宝忏，哈，药师宝忏哈，慈悲药师宝忏，哈，咱来上这药师宝忏嘛，时时依照安尼来忏，哈，莫个只犯着，唔通个犯业，哈，所以这呢叫做我多消咱业，那无呢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啊，真济社会。即摆啊，起一个姜，起一个坛，起一个馆，就讲要共消灾解厄。电视条啊顶，面顶就一写消灾解厄。我真好大胆，家己的灾厄都消未，你要共谁消灾解厄？天公啊，有一届呢，咱的殿中啦，迄、那个青石玉皇天尊啊，天公啊，我请问呢，世间只消灾解厄的方法，安怎消灾解厄？啊，请这玉皇大帝啊，教我消灾甲解厄。天公来讲的，消灾解厄是靠你家己去忏悔，靠众生去忏悔。哈、啊，神啊，无迄个权利，甲无迄个责任，甲无咧义务，甲你消灾解厄。哈、啊，神佛菩萨的有这个义务，有这责任，甲你教导咱。众生如何消灾解厄化，如何忏悔，叫我都消灾解厄，做安尼了咧，我都唔爱求点香啦，求天公啊，你拜托甲消灾解厄，较早戆戆嘛会啊，吼、哦，你求天公、啊，你甲消灾解厄啦。啊，做迄解了咧，做这八九年前咧，开始了来咧，我都唔敢讲啊，
哦，我就求讲玉皇大帝吼，诸佛菩萨，给我智慧，给我有智慧，我好多事袂做，给我信心，相信家己迄粒良心，咱有一个良心、信心，啊，个力量，咱有个勇气，这力量去做，向家起来，嘛是安尼，哈、哦，所以咱要消灾解厄，只有靠家己。那无只，咱的所犯的只罪啊，无量无边。那么现在伫出世来伫世间，啊，真不幸啊，因果的关系。那么工作场所在风火哈场所，哈、啊、日夜颠倒的场所伫上班，哈、啊、伫做工课，伫趁钱。咱爱去觉着，时时若有时间，倒来坐咧问讲，我是啥人？家己是啥人？因为出世以前我是啥人？出世以后，现在我是啥人？啊，死了后以后我是啥人？到底我今日做这个工课是伫为着啥？啊，我啊为着钱，只是人来爱无唔对。那么为着这钱，到底钱又是啥？时时甲你问，那么家己就爱忏悔，家己时时忏悔，若是有意的要离开这个黑暗的人间地狱，撇免以后咱死了后呢，将咱的祖先那四大人安尼甲拖落黑暗的地狱，诶，这个以后这个过的时啊，咱啊好话爱忏悔，啊，那无只无量无边呐，确实无法度去念哇。卡是无多呢，啊，有当时啊，咱只是做一个真正欢喜的工课，哈、啊，咱善事做了以后咧，暗时啊，好、啊，咱咧困，吼、哦，足欢喜，我做一件善事，啊，这个和尚伊身体好啊，吼、哦，真感谢，你这个欢喜的，你嘛无量无边，无多去量啦，但只无多解限，你提出来量落花，无多量，欢喜心，那我第一解。哦，第一届咧，这里行道咧，学佛行道，这里啊七十三年的时，啊都七十二年尾啦，七十二年尾，第一届咧，一是讲收囝收着一个学生囡仔，啊这学生囡仔咧，就是伫高雄医学院，啊姓沈，妈妈咧伫台中拢做这个旗袍，哦爸爸嘛做旗袍，啊这囡仔啦。啊！伫高雄医学院读册，啊，读册伊只爱实习，啊，实习咪爱入尸体爱解剖，啊，就关入尸体看一下咧，规骨安无无是话咧，规骨咱死人安尼吼，啊咧面咱前面了结安尼，有诶砍有诶拍咧安尼，看一下惊一下咧，直直皮皮出，啊，就去里边甲惊甲安尼，唔敢去甲拖起来做实验，啊，起来就开始寒热寒热咧。他就抓咧，等下呀，那敲电话一间苦，啊，那伊老爸老母咧，啊，人家介绍咧吼，才来走来问我看咧，啊，问我我个卜卦，要卜卦卜咧，哎，还阴。好，伫南方南部还阴，好，即阴煞，卡你讲吓啦，一间讲我听。啊！囡仔出来，安尼行个皮皮出，目睭直直，煞戆戆。我当害啊咯！我敢学卜卦了，我袂晓收惊。啊，老祖咧，鬼神师王禅老祖，无要紧，叫我准备一叠红纸，吼，啊三张古纸，三支绣金，啊三张咧太极金，倒起都无好个个好人。哦，叫我倒倒迄个咧，啊个是用我手，叫我心口与共用。哦，王禅老祖、鬼谷神师、甲观世音菩萨、诸菩萨咧，阿来甲收惊，阿只画的，我袂晓画符啊咧，身躯袂晓画符，我无要紧，你咧，你手放松放松咧，会菩萨会将我的手伫身躯咧画一个符灵诶，贴起咧，互加持伊个灵光，吼，伊咧一下就收起来，啊，金纸正。正七十，正七年，多七年嘞。是讲某某人三文七八等，某某人三，叫我甲你讲，叫某某人三文七八等，某某人三文七八等。正四七年，多四七年，然后手偌七下，啊，一倒倒手七下，
然后正现看嘛七个，后壁七个，按落落了嘞，吼，才叫讲，哈，将垃圾哈三下，巴肚吸过这垃圾去，吐伊金纸内底，去啊烧掉的，香压掉去，烧掉去。我上好啊，阿甲老大安尼讲，我试看别人嘞，哦，我就照你做，一下子囡仔面色煞红起，目睭嘞开始会瞪啊。啊！这囡仔煞开始讲讲讲，妈妈哦，伊足惊咯，拄只寒甲安尼，好，我开始有信心。啊，这囡仔咧，啊，全好。以后那是我咧，就当总统啊收惊。即摆是玻璃咧，开病院，皮肤科，好、哦，这个囡仔，好、哦、啊，所以拄第一届也收惊了嘿，迄欢喜心啊，迄面咧足欢喜啦，无都去讲诶嘛，无都去写，无都去念，无都拢无都无量无边。啊，就是啦，有当时啊，咱呐，叫做做错代志啊，烦恼的代志，嘛是无量无边。我们叫速杀，哈，速杀，速的放肆、放荡、饮酒啦，吼，跋筊啦，迄种速，速杀，哈，速放荡、跋筊、饮酒啦，去舞出头啊啦，吼，食毒啦，迄种速顶啊，速杀。抖音拢是这四个四条啊，这四个毛拢对咱右边，咱的人右边毛是有够多，本身家己就大嘞。哈，咱有速杀，哈，抖音这四种毛，哈，阴毛，哈，查拉毛，哈，查拉鬼，哈，杀毛，哈，速毛，速到轰动，好啊。头毛在留一边的，啊，剃一边的，好啊，面这挂甲叮叮咚咚安尼吼，安尼穿甲不得不穿啊，啊，行动啊，奇奇怪怪，真正顺就属风属啊，好，啊，所做罪过啊，还是所做的罪过是算未了，无量劫以来算未了的，确实咱的罪足重的，咱唔好讲罪无啥。后世人一定会阁走来相催。哈，咱一个信徒，哈，啊伊咧本身咧话当当讲讲讲讲讲讲，哪有他咧袂讲话啊？哈，我讲啊，走来要求老祖甲医，要我要来医。啊，老祖讲你过去生，哈，都拢是惊摕土丸、踢鸟屎啊空。鸟屎啊，鸟屎啊，空的啊！你着摕土丸，趁鸟屎啊空。阮老师你也知，老祖讲，我做翻译互你听尔。细汉啊，伊真爱趁鸟屎啊空，细汉啊，趁来卖个顶死人。鸟屎啊来空，伊啊啊抓空啊空，伊啊趁到条，咁么足欢喜的。哦，啊甚至咧吼，空甲趁的时啊，还咧创个粉，甲粉入去。好嘞，鸟气出来安尼哦，才很开，看到公公心情，伊个要足欢喜就对。结果呢，即摆呢，拿熬，啊，讲啊，就塌嘞，讲塌嘞，这是四五年前的代志啊，吼，啊问我要安怎，我你参加拜忏，龙凤忏去拜忏，哈，你爱拜忏啊，所以伊来去每一届拜忏，等于的是啊，哈，伊就身体感觉就继续开朗，啊那无嘞？然后就搁拆掉，那是物件拆掉的。啊，就一天来老师，你看我迄空嘴吼，去甲提出来，我请问你过去拆偌济空嘴，你敢知影？我嘛唔知，无叫合作甲开开好无？叫合作好啊，一只礼貌都冇叫合作。你请合作，我如何忏悔？是。所以啊，咱就了到拆人鸟屎的空啊，后世人话咱嘴当当去用拆。所以这个无量无边所做的罪过啊，无量无边所做的罪啊，咱是世间的罪，确实有够多，有够多，包括我的罪嘛，足多。啊，真侪信徒老师哦，你修得足好，好不错，我要根本就无修，我要咧学，嘛要咧修，修咱就修正过去歹习惯，啊，修正歹习惯。哈，啊人哦，你足多福报诶，要咧福报，罪过都行未了，要咧福报。所以咱人啊，伫世间咱咧做咧，还是我咱的业嘛足济，
三道业，业就是咱一分一秒想去偏去的想法，好多业；一分一秒偏去的好多业。哈，所以咱那个所做这个无量无边，万法都去算就对了，万都算。唔只咱奥修大师，伫印度奥修大师，啊，伊的法呢，我是啊真赞叹伊的法。伊就讲咱人的罪过，那是一窟暗一个暗光啊呢。暗光内底有一粒宣照咱的本性，啊，面顶都所做的刷足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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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对啦。那么你如何会当只刷提个掉？你只我都看到内底咱的金刚宝照的佛性，家的良心，家的佛性，家的性命。好，所以伊有一挂叫做玫瑰。好，玫瑰的妙法，好，玫瑰妙法就是你哭哭一礼拜，笑笑一礼拜，然后才静止。上台第一礼拜就哭，一直哭，伫大声细声个哭。因为咱一个人在哭的时啊，才会当将这个业消掉消掉的。哭讲家己的无知，哭家己的贪心，哈，哭家己的过去所做的恶业。一件一件，直直想，直直哭，直哭，哭讲我来世间，哪会这么糊涂，和世间者呢？来，甲咱左右去，造成这些烦恼，哭一礼拜，然后呢，再直直笑，笑，笑，一直笑，啊，笑到讲我惊着着一百万，足欢喜的，但是一百万刷了，我来开了以后，那无要安怎？迄直顶笑，笑讲我哦，即摆呢，真正这顿食几万块一顿，你笑讲家己我这。一万块钱，迄个一顿食了以后咧，是毋是有这个营养有吸引无？后顿佫继续一顿一万块食无？爱笑笑家己的贪，笑家己无耻，笑家己无智慧，用家己笑笑一礼拜，笑家己的所有种拢笑一礼拜，然后才静坐开始做定的静坐，哈，才好去反省家己，想家己的对唔对？好，该道歉去道歉。好，所以万法啊，拢是一个忏悔。耶稣哦，基督教嘛是叫咱爱忏悔。咱伫世间所有这些罪啦，是先讲万讲讲未了。好，唔只有讲咱的弥勒尊佛啦，弥勒菩萨尊佛啦。啊，伊要伫佫出世的，啊，伊佫出世伫世间的时啊，理想的世界。啊、阿弥陀佛的世界，西方净土的世界，啊，东方琉璃世界，啊，未来弥勒佛或者理想的世界，理想的世界，唔知佫要一直一万年，阿弥陀佛咯，我一年都歹过啊，佫一亿万年诶，一亿万年诶，所以现在诸佛菩萨拢投胎来出世，各位嘛是拢佛菩萨来化身，啊，就是要来个。做一寡工作，修正家己偏激的个性、甲行为，哈、啊，拢是大家拢完全拢无业，哈、啊，拢无业的时啊，拢无做过心安清净的，爱一亿万年才会煞。若是讲无诸佛菩萨在世间讲经说法的时啊，你一亿万年要无到十亿万年要无到太平，要无到祥和，好、啊，要无到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。所以，这个无量无边，哈，哎，罪过无量无法度算就对啦，确实无法度算，那是真爱，确实够济，哈，所结的冤业，咱人唔好结冤，爱注意，你只想结冤，后世人一定过来催。即讲一个冤业吼，我家己亲情，我的亲情呢，啊，到底开警车，爱开警车呢？足奇怪，日时都是去公所上班，暗时都是为着饲囡仔、饲六七个囝，哈、啊，薪水无够咧，所以伊会家己整理一台警车，暗时拢走。啊，有一天咧，人坐人阿阿伯都甲讲咧，讲落去时咧吼，老岁老干就甲讲啊，说咧说我讲唔对诶，
新的小我讲唔对，啊，都甲带去澄清病院，啊，钱甲交交咧吼，伊做会走。啊，佫经过无偌久咧，伊佫向讲，伊佫别人会看，伊佫看某人，伊佫甲讲咧，哈，啊，佫讲话，佫留安尼咧，佫甲送去澄清病院。哎呦，是毋共人，佫无共人。啊，是安尼讲会澄清，迄嘛足奇怪。伊今日冤家问我，哎，某人我哪些？我说你过去先今日冤家，看你足讨厌。所以咱若即世人，人甲人斗阵，有结冤，我甲你有冤无冤，顶世人有冤无冤，现在看一清二楚。我若看着足舒服个啦，足欢喜心个，顶世人但是无结冤。若看着讲你会看着我，感觉真奇啊，即、這个人奇奇个怪怪个说不出来，精神精神一定有冤呢，一定有冤有债，你甲试看嘛呾呢？那若是各位有发生这个问题，看到一个真无介意的人，哈、哦，真无介意，有这冤的事，你爱开始向佛忏悔，啊，甲对这用善态甲对面讲啊，谢谢，我当着啊，顶世人给你冤的，即摆受帮啊，我趁这机会紧来来好行你啊，哈、哦，这世人好紧好行，那无者。你一只弯，你若无安尼做的时啊，你只弯会继续愈结愈深，愈结愈深。你甲试看卖，我毛看了，感觉看了很不舒服诶，感觉这人看了讨厌讨厌。啊，看过唔是歹，是还是说不出来。我就啊，我唔对诶，我顶世人结弯，哈、啊，那唔是伊结我，我结伊。所以你结一个弯的时啊，伊个小帮啊，我也是一定家己内心来讲我。真欢喜，我有机会过来行这个事，好，我想尽办法嘞，忍家己，哈，啊，好好结束这个缘，好，那有上好机会啊，你就念阿弥陀佛，赞叹你，阿弥陀佛，哦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希望伊会好，祝福伊消这个业，好，你来扎看嘛啦嘞，因为是安那讲，你知影我家己是结这个缘嘞。想由心生，外面的行由心所生，心所生出来。好啊，所以咱的心就是咱的灵魂，就一种根。好，这种根呢，家己感觉有的较融合，啊，有的这种根呢，家己那些秀度会秀怕，会秀度。所以这个根呢，有一种感觉，有一种感觉，第六感。那我看了哦，一见钟情，哎呀，相见恨晚。阿毛，这就是说过去生所结的，有的是因，有的是缘，缘者。咱有一个信徒，一家内都六个人，翁阿母四个囝，这四个囝都四个囝，无啥话讲。阿爸阿囝、母阿囝嘞，翁阿母嘞，无啥话讲。有一天，咱都发会，老祖的发会，爱就来施礼啊。啊，我哪个娶嘞？奇怪，我哎、欸，你招出边仔来哦？我你招出边仔来？因为唔是啊，即阮囝，好，阮查某囝，哪会招唔是边？我嘛唔知，阮一世人都安尼，好，一世人都安尼，伊个我个嘞，招一边，我紧嘞，老祖家吼发挥吼，你去忏悔，咱就忏悔，去忏悔，求佛祖，好，咱若有冤有债，会当话紧嘞，幸福你，好欢喜心，吼，伊就天嘞，伊问老师，啊，招一个，哎呦！我六个人六张，我跟你讲听一个去拜拜嘞。你做一个烧，你莫个人烧哦。你六张摕着做一个化掉去。嘿，一时啊，别啊囝，母啊囝讲有讲有笑啊。这足不可思议的代志。假使啊，各位，咱甲某某人有冤有债，有一个方法我教各位。好，老早开始的都，你若比如我甲。张某某，我甲张天王看了不舒服，那是有冤有债，结冤仇。我张天王名甲写下来，甲写我某某人，吼累劫以来，甲张天王现在这个债，这冤仇已经离啊，吼无冤无债，无冤无债。然后呢？你甲去神明、神明啊，就做呀。你甲拜拜咧，好，这个然后咧，将这个甲烧于炉内底，烧于天公炉内底，无要紧。好，那么
这代志诶，渐渐渐渐渐渐，你看伊顺眼，他看你会顺眼。啊，咱诶，这就是讲，咱若有结着冤业，既然都发生啊，好，咱就爱好啊忏悔。好，忏悔以外咧，咱就爱我拄仔讲个方法，落座开始啊，用红纸写，咱安做应该有真大效力。所以咱结着冤，一改莫结。真侪人拢希望结这个弯。